好，前面呢，我们就互相往下呼，然后脚不可以离开哦，脚离开了，脚离开的话就输了。好，可以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，第二回合。你总是在我身边抱着我，你想到爱是什么的男人。好，我们这去烧旁边的人啊。我对你像一座温泉，我在家里烧你的家，我的家。我要烧进去去烧起，不论下风大雨或寒冬，我一要继续呀。总是在我身旁抱着我，你找到爱是什么的那一位。好，接着我们去打旁边的屁股。你终于像你所有一切都被改变。再接着打旁边的屁股。燕泽是谁？